Nop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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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岛航运时光。今天的《朋友们 Go》队长们，今天要打的是这个怪力的横道，好久没来打怪力啦。好，那这回呢是两个人在打的哦。那我反正，那我上次好像是做过一个人的怪力挑战，是挑战可以挑战成功的，但是两个人的话应该更不用讲了啊。那这次打怪力的阵容呢，我有一点点的改变，只是那时候我忘记我拍什么阵容声音，对，就随便乱拍一通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他大招是岩崩哎，我操！等一下，他不是那个爆裂拳哦，还是双倍凤凰？好像是大小招的样子呢哦。等一下，刚刚是不是假死状态啊？算了，不管，不要拖太久就好了。然后怎样？那我这只波克基斯好像还真的克制我的波克基斯哎，我操！等一下，你这只不对哦，你这大招不对哦，为什么是岩崩？算了，反正他对我小刀是对我不痛的，啊，这你也可以下去了。换第三只，好，这边时间来到了120秒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人打是有明显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啊。虽然我不知道对面到底是派什么，等一下那是什么火一步是不是？哼。然后人在打怪力用火一步的啊，随便，只要能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他怎么会给我派快龙啊？等一下，他大都是克制我的啊！啊，快龙也可以下去了。大家，我也不知道我十几只。等一下。我问他给我拍 L 啊，虽然这边对他是有效的哦，只是他的大招好像还是有点痛啊，这个人在发动一个同步干扰，撑住啊！哦，有了，剩下一分钟的时间，把这只怪力给轰下来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奖励吧，希望奖励不要给我太烂就好。好，这边呢，刚是有没有看错？算了，当我没看见。现在下来进入捕捉画面啦。好 ，OK， 这边先丢了凤梨锁圈。OK， 这边等他攻击。哦，有了 S 的，看来我丢管理 S 的技术还是不差的，对吧？好，这边又跑出来了。怎么没感觉？每次都超会跑的，给点面子啊，兄弟！你一样先等他攻击哦，快啊，怪力，要拖时间啊！
OK， 这边哎，等下丢歪了，主要是不要给我中哦。好哦。为什么丢歪他就给我中啊？这个他这个宝可梦神逻辑啊。好，这只 IV 拿来交换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贝尔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